哈利路亚，我们相信神已经成就了。阿门。我们主已经成就了一切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已经成就了，耶稣
苏基督，复活的主，坐在天上的宝座，掌权到永远。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，复活的主，坐在天上的宝座，掌权到永远。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，复活的主，坐在天上的宝座，掌权到永远。宝座上，你掌权到永远，阿门。跟你旁边人讲说，神已经成就了，阿门。主已经成就了，哈利路亚，成就了，哈利路亚。Oh yes, Lord, we welcome you, Lord. 荣耀的主，我们欢迎你，哈利路亚。We welcome you, Lord. 我们要高举你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，谢谢你，主已经成就了，你成就了那个救恩。主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高山低谷，你知道我们的过去，你知道我们的现在，你知道我们的未来。是的，主，你全能的手正在工作。 Amen。 在诗篇里面讲到说，他数点清朽的树木，一一称他的名。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。诗篇诗也讲说，他必成全关乎你我的事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神全能的手正在工作，我们再来到他面前。因为信神的人必须信有神，而且信神必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 Amen， 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神面前来寻求。我们相信他的作为奇妙，他的眼目不偏离我们，他的手正在工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Thank you.
你的作为何等奇妙，父神，你的作为何等奇妙，父神，你的作为何等奇妙，父神，你何等伟大，作为奇妙。谁能与你相比？有谁能像主耶稣爱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谁能像主耶稣拯救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有谁能像主耶稣爱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拯救我，谁能与你相比？有谁能像主耶稣爱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谁能像主耶稣拯救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有谁能像主耶稣爱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谁能像主耶稣拯救我？你全能手，你全能手正在工作，父神，你全能手正在工作，父神，哈利路亚，你全能手正在工作，父神。你何等伟大，作为奇妙，父神，来敬拜他。谁能与你相比？有谁能像主耶稣爱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谁能像主耶稣拯救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有谁能像主耶稣爱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谁能像主耶稣拯救我？弟兄姊妹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相信神已经带领你到前面，前面的道路在神的手里面。你说死啊，你何等的爱我，在我还没有认识主之前，主，你已经为我成就了，成就了那个救恩。是的，主正在这里等待你，而且他必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寻求他，是愿知道他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他是他的手，他的眼依然看顾着我们，他的作为何等的奇妙，谁能与我们的神相比？哈利路亚。谁能与你相比？有谁能像主耶稣爱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谁能像主耶稣拯救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有谁能像主耶稣爱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谁能像主耶稣拯救我？举起你的手，献上你的感恩与相比。有谁能像主耶稣爱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谁能像主耶稣拯救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有谁能像主耶稣爱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谁能像主耶稣拯救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谁能与你相比？有谁能像主耶稣爱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谁能像主耶稣拯救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有谁能像主耶稣爱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
谁能像主耶稣拯救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谁能与你相比？有谁能像主耶稣爱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谁能像主耶稣拯救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有谁能像主耶稣爱我？谁能与你相比？谁能像主耶稣拯救我？你艰难手正在工作俯身，你全的手正在工作俯身，你全的手正在工作俯身，你何等伟大作为奇妙俯身，你何等伟大作为奇妙俯身，你何等伟大作为奇妙俯身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父神我们在这里。 Yes Jesus， 哈利路亚，你何等的伟大，你作为奇妙。当我们在这里同心寻求你的面，敬拜你的时候，主恳求你的怜悯，你的复兴降临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来更新我们，来医治这地，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相信，当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、谦卑祷告的时候，主，你要睁眼看，主啊，你要侧耳听我们在这里的祷告。我们同心合一，奉你名举起，谦卑祷告，寻求你的面，传递我们核心。坚定我们信心，献上一生紧紧跟随，兴起我们成为祷告的大军，在祭坛前举手呼求，你闭着眼看，侧耳听我们献上的祷告。让我们同心，我们同心合一，奉你名举起，谦卑祷告，寻求你的面，传递我们核心，坚定我们信心，献上一生紧紧跟随，兴起我们成为祷告的大军，在祭坛前举手呼求，你闭着眼看，侧耳听我们献上的祷告。
할렐루야, 찬송의 검은 햇살, 할렐루야, 오, 할렐루야, 찬송의 달라, 찬송의 검은 햇살, 할렐루야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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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오, 할렐루야, 스라바프님프, 在你面前我们敬拜赞美尊崇你， 我们愿你万国万民都归向你。 我们在这里举起我们的手，求你复兴我们的灵，降下你的医治在这地。我们何等需要主你再一次来复兴我们，恢复我们在你面前。哦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被你来使用，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，成为这地的医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欢迎主你的灵再一次浇灌，充满在凡有血气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！今天早上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求神的灵再一次来浇灌，充满你。 因为你是有气息的，让主的灵再一次充满在你里面，恢复你的灵，让神透过你来医治你的家，来医治全地。我们一起开口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再一次透过你的灵再一次来复兴我们的灵。哦，复兴我们的灵，主啊，圣灵降临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得着圣灵的大能。哦，得着你医治的恩膏，让我们成为你医治这地的管道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欢迎主你的圣灵再一次浇灌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凡有气息的人当中。 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是的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主你要复兴我们的灵，好，我们再一次让主你的灵来充满浇灌在我们里面，那么再一次得着圣灵的大能、圣灵的能力、圣灵的恩膏，能够成为主你医治这地、医治这世代的管道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将我们自己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，全人全心交在主你手里面，让你亲自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王，使用我们。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主你祝福多人，而且祝福多人的管道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感谢赞美我们的主。